Later， 将说起来，是你的塑胶擦不见了咯。他讲铅笔，不是塑胶擦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刚刚是讲铅笔的，哈哈 ，sorry。什么？什么？你的铅笔有掉在地上吗？有找过的吗？所以你口风你的交叉不接了啦。我讲很多次了，不是交叉，是铅笔铅笔铅笔，你有听到吗？铅笔呀、啊。铅笔啦。但是我要去案发现场看看一下，来走走。这个果然就是凶手留下来的脚印。对，这个就是凶手留下来的手印。诶，这个凶手为什么是有四只手指呢？而且和脚长得一模一样。唉，这个一看完全都不是人类的脚印，这个是猫的手印。人有五只，宠物有四只。这个是我
是吗？ 2000 years later， 看来这个案是有一点难破解，所以我要调查你的同学，去叫你的同学全部出来。是你偷的是吗？一看就是你，还不承认啊你？承认什么东西？看你这种戴着眼镜、鬼鬼祟祟的样子，还不是你偷的啊？你这样久都还没有讲我偷什么？铅笔啦，小飞的铅笔，还不是你偷的啊？谁是小飞？什么是铅笔？这个是什么地方？你是谁？看你这种样子，戴着口罩，而且不要给人家看到眼睛。铅笔是你偷的，对不对？你不会讲华语是吗？讲华语。